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失明后，我用百万年薪雇乔雪晴当我的私人助理。6年后，我们修成正果，步入婚姻殿堂。可直到被他和初恋联手害死，我才知道他恨我入骨。重生到失明的那天，我听见乔雪晴小心翼翼的声音：“陆思成，我愿意当你的眼，陪你去到天南海北。”我笑了，养条导盲犬就能做的事情，我要你干什么？什么生活助理拿百万年薪照顾瞎子生活？那是不是他洗澡也要你帮忙啊？你能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别说了，孙宇，你要我眼睁睁看着我妈去死吗？对话声让我回过神，那清冷中夹杂着苦涩的声音，我化成灰都不会忘记。我的妻子乔雪晴。震惊之中，我下意识的摸索，不小心打翻了水杯，一声脆响似乎吸引了那两人的注意力。陆思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乘人之危。我有些愣神，坠楼的失重感和剧痛仿佛还残留在我的神经上，而现在的这一幕就把我带到了6年前。乔雪晴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人，喜欢到哪怕我出车祸失明，听说他母亲重病住院交不上医药费，我也急忙打着招聘生活助理的名义，开出100万年薪给他变相送钱。大学同班4年，我和乔雪晴在班里是两个极端。我出生优渥，成年礼物就是一辆阿斯顿马丁，妥妥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富贵公子哥。而乔雪晴7岁那年，父亲在工地上意外去世，母亲带着赔偿款改嫁，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乔雪晴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到手还没捂热，就要被哭哭啼啼的母亲拿去讨好那个烂赌鬼继父。他永远穿着洗到发白的廉价衣服，除了上课就是去做兼职交学费，不跟其他人交际玩乐，但朴素的穿着也掩盖不了那张茉莉花一样清纯的脸。很多人说我对乔雪晴是见色起意，但是了解到她的过去之后，我更心疼她。我学着身边好友追女孩的方式，奢侈品像流水一样送过去，给她的支付宝成千上万的打钱，然后钱和东西都被退了回来，我被乔雪晴拉黑了。她大一申请励志奖学金，被关系户挤了下去，我就当那个更硬的关系户，拜托父亲给学院捐了实验室，代价就是赌注名单里一定要有乔雪晴的名字。名单出来的那天，我嘴角挂着抑制不住的笑意，感觉自己像做好事不留名的侠客，跑到乔雪晴面前：“恭喜你呀，拿到奖学金了。”可迎接我的是乔雪晴漠然憎恶的眼神。那天晚上，她被关在阳台冻了一夜，旁边只有一床被泼了水的薄被。那些人讥讽她：“陆大少这么有钱，随便露点都够你花了，怎么凭个励志奖学金还要这么大阵仗跟我们抢啊？”受挫后，我换了个方式，他去做兼职，我就穿着闷热不堪的玩偶衣服和他一起发传单，结果把自己弄中暑了。乔雪晴拿着冰水冷脸塞给我，让我别来了，我还狡辩，我就想体验下生活，不是为了你。他去做家教，我就让还在上高中的表弟表妹请他做一对一，除了高额时薪，还让舅妈塞给他一堆好吃好喝的。等乔雪晴发现家教学生跟我的关系时，她神色复杂：“你是钱多没地方花吗？”我一脸认真：“你年年绩点第一，教的又好，我那草包弟妹就需要你这种好老师，你难道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薪资吗？”乔雪晴有一瞬惊讶，然后微微勾起了唇角，那是她第一次对我露出笑容。我不断地在乔雪晴身边出现，尽我所能帮助她，又不伤她的自尊心。她虽然还是个冷美人，但我有自信可以慢慢打开她的心扉。如果没有孙宇的话，孙宇跟乔雪晴青梅竹马，家里同样穷得叮当响。我真心喜欢乔雪晴，孙宇却一直歪曲我的想法，对乔雪晴说：“我这种有钱人就是拿她寻开心，一旦得到了就不会珍惜。”有一次，乔雪晴拿了补课费，就提出请我吃饭。我为了不让他破费，说想试试学校旁的平价小饭馆。孙宇正好来找他，非要一起吃饭。菜端上来后，
我只是被辣椒呛了一下，不自觉皱起眉头。孙宇就开始阴阳怪气，虽然都是便宜货，陆大少爷别嫌弃的这么明显啊，有时候也体验下我们底层平民的生活呗。我刚想反驳，就看见乔雪晴的脸色直接变了。隔天我看见孙宇在我们学校食堂跟乔雪晴一起吃饭，两人都只打了一个最便宜的素菜，配着免费的汤吃米饭。我跟朋友一起经过，孙宇看见我，用刚好能让我听到的音量说，看吧，这种大少爷跟咱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今天看到我们直接爱答不理。他像是在阴阳我，又像在说给乔雪晴听，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才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这样的事孙宇做过很多次，他不断给乔雪琴洗脑，每当我们关系有所进展，就会因为他从中作梗而破裂。我忍无可忍，雪琴，你能不能别跟孙宇玩了，他就不是个好人。乔雪琴的声音很轻，他没说错，我们之间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毕业后乔雪琴找到一个月薪7000的工作，下班再做做兼职，也学会了每个月攒点钱，不要全被他妈要走。他不知道这家公司也是我朋友开的，打着还钱的名义，我邀请他约会，放弃了米其林三星，陪他吃路边摊。虽然他还是冷冷淡淡的，但只要能跟他聊聊天，一起看个电影散散步，我就很满足了。朋友管我叫舔狗，我怒道，你们懂什么，我这叫追老婆，不追求这种自立自强的好女孩，难道娶拜金女吗？本来一切都要走上正轨，厄运专挑苦命人，乔雪琴妈妈查出尿毒症晚期，乔雪琴又开始连轴转，收入相较于医疗费依旧杯水车薪。我实在看不下去，想直接帮她把医药费交上，又怕再次伤害到她的自尊心。然后上天用一种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把她合理化了，我出了车祸。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说血块压迫到视神经，所以我看不见了，目前只能保守治疗，等确定稳妥的手术方案才行。乔雪晴来探视我，他妈妈情况如何？他沉默了。我灵机一动，我现在看不见了，什么都不方便，你要不要来给我当生活助理？我提出100万年薪，乔雪晴果然想拒绝，我直接摸索着握住她的手，照顾我很麻烦的，工作量和难度绝对配得上这个薪水，而且雪晴，我真的很需要你。乔雪晴最终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好，话虽这么说，我也舍不得故意折腾他。一年后雇佣结束的那天，我的眼睛还没治好，我以为乔雪晴要走了，心情低落，雪晴，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生活下去。然后我感觉到他牵住我的手，他说，思成，现在是你需要我，离不开我，对吗？我忙点头。半晌，我听到他轻笑一声，然后乔雪晴成了我的女朋友。婚礼那天，乔雪晴的继父来了，言语间全是谄媚，讲话口气也很粗俗，我甚至听到了他当众清嗓子吐痰的声音，还有旁人的议论，这女的算是彻底攀上高枝了，这什么家庭啊，也不嫌丢人。啧啧，怎么还娶个保姆，这种姿色的也不少见啊。我呵斥了那帮人，我看不到乔雪晴脸上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把我的手攥得越来越紧，直到我们彻底决裂，她才告诉我，在我面前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很难堪很卑微，就算我失明了，这种不平等稍微减弱了一丁点，可还是不断的有其他人其他事在告诉她，她配不上我，如果她有的选，她宁愿从未认识过我。不想再沉浸于上辈子的回忆里，我冷冷开口，算一下你照顾了我多少天吧，我们结算一下工资。乔雪晴的声音有些不解，怎么了思成，你别听孙宇瞎说，你也挺不专业的，我已经联系了我爸给我请专业护工，放心，就按100万年薪算，一共多少我转你，反正你们觉得我居心不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份雇佣关系就此结束吧。我直接下了逐客令，乔雪晴却突然来拉住我的胳膊，思成，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妈真的耗不起，她慌得连声音都在颤抖，我愿意做你的盲杖，你的眼睛，陪你去到天南海北，我愿意的。
上辈子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在我万分痛苦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换来的只有乔雪芹的漠视，你说是我自愿的。真可笑，我欠你那么多钱，除了如你的愿嫁给你，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偿还的？在那之前，我的眼睛在手术前状况越来越坏，最终彻底失明，我变得愈发依赖他。他却跟青梅竹马的孙宇走得很近，我生气质问，他却说我跟他待在一起很自在。有一天，我在沙发上坐到半夜，终于等到他回家，我却听见了另一道脚步声，然后便是暧昧的水声和闷哼，我甚至还听到乔雪芹带着醉意在喊老公，然后那声音说嘘，小声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孙宇，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妻子在我们的家里当着我的面在跟另一个男人偷情。当时我暴怒地砸翻了能碰到的所有东西，被愤怒冲昏理智的时候，我骂他，你给我戴绿帽子，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对你这么好。可乔雪芹清醒后却笑了，那你有没有问过我，从始至终我到底想不想要你的施舍？原来我所有的付出在他眼里都是强加的施舍，让他不堪，让他不甘。想到这，我扑哧一声笑了，两条导盲犬就能做到的事，我凭什么花这么多钱请你？不用看，我都能想象到此时此刻这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更何况我凭什么要帮杀了我的凶手？是乔雪芹和陆羽杀了我。在我彻底心灰意冷提出离婚后，为了霸占所有的财产，他俩联手将我骗到顶楼，伪造出我意外坠楼的假象。在坠下去之前，孙宇得意洋洋地告诉我，雪芹根本就不喜欢你，只是你这个臭瞎子强行把他绑在你身边，你个臭瞎子不会还蒙在鼓里吧？你们刚结婚半年，雪芹可是就跟我滚到床上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当着你的面亲热真的很刺激啊？一想到这，愤怒再次盈满了我的胸腔。狗男女，那次奖学金评比我想帮他，反而害得他被霸凌，以后我每次都是隐姓埋名不留痕迹解决他遇到的困难。到他母亲重病，我更是上杆子送钱给他，我眼瞎什么都看不见，却天南海北带他出去旅游，见识广阔的天地。就连恋爱结婚也是在他照顾我一年之后，我说这笔钱你可以慢慢还，还不上也没关系。可乔雪芹自己提出他愿意跟我在一起照顾我一辈子，他不是不爱钱吗？不是清高吗？不是最痛恨我强加给他的施舍吗？为什么要出轨惹一身腥？为什么要为了钱害死我？我恨到连牙齿都在打颤。上辈子我极尽温柔讨好，但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拿热脸贴冷屁股是我犯贱，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了。最后乔雪芹见我态度坚决不像赌气，还是咬牙给我报了一个数字，有零有整。我打电话把发小喊过来，让他给乔雪芹把这2万多块钱赚了过去。孙宇在旁边恨恨道，看到吗雪芹，有钱人就是拿你取乐，出尔反尔，拿2万块打发你。我反唇相讥，几天赚2万还不知足。虽然这2万块钱连我家一个喝水的杯子都买不起，但却是你俩当牛马好几个月才能赚到的工资呢。发小毫不客气，这点钱就当思成做慈善了，反正乔小姐你也一直很讨厌思成，觉得他拿钱侮辱你，你放心以后不会了。乔雪芹的嗓音更沙哑了，我虽然看不到，但能够感受到他的视线似乎落在我身上。陆思成，你变了。我毫不犹豫点头，人都是会变的，我也不能一直当傻缺冤大头吧。一想到我上辈子卑微到尘埃里对讨好乔雪芹，对方不但不领情还恩将仇报，我都觉得歌坛式的小丑可以换人当了。乔雪芹和孙宇被赶走后，发小问我，你现在怎么打算的？还真准备去申请导盲犬啊。我倒在沙发上长舒一口气，笑了笑，花点钱请个护工的事而已。我雇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护工对附近几个医院都很熟悉，百万年薪聘请生活助理一事在医院里也小范围流传了一下。他告诉我，陆先生你知道吗，乔小姐母亲的医药费彻底断了，
听说他一天打三份工，直接累得在医院晕倒了。发小为了看笑话，特意打听了更多，你不知道吧？那个孙宇可真是个人才，你以前给他的钱，他自己扣一半，剩下的才借给乔雪晴，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但别人又不是傻子。一个贫困生突然就开始用苹果手机穿限量款球鞋，就是欺负你人傻钱多。现在乔雪晴急需钱，她只好捏着鼻子把那些东西卖了，只是还留着一双真球鞋，配着她那些起球卷边的衣服穿，别提多可笑了。她恨铁不成钢，我就当你彻底清醒了，可别再给那个女的当舔狗了。怎么会呢？我现在听到乔雪晴累晕倒，心里都没有半分波澜。可在我跟乔雪晴明摆着彻底决裂之后，她却又找了上来。她给我带了自己做的甜品，在小区楼下拦住正在吹风的我。思成，你最近还好吗？我皱起眉头，你别靠近我，我肯定能好好的。乔雪晴深吸一口气，思成，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为什么这么突然就……滚！我懒得搭理他，好长一段时间旁边没有声音，我以为乔雪晴走了，可我又听到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痛苦开口，你要怎么样才肯帮我妈？我把眼角膜捐给你，让你恢复光明，这样够不够？我大惊失色，你疯了吧？这犯法的好不好？再说了，我慢条斯理道，我嫌你脏。脏死了！一想到上辈子在无数个时刻，就在我面前，乔雪晴和孙宇在那偷情，我就感觉这个女人脏得要命。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乔雪晴细细的呜咽声听起来格外的可怜。上一世我时刻关注她的情况，预判她的需求，所以乔雪晴从来不需要像今天这样求我，她只需要摆出那副冷冷的表情，然后接受我强加给她的金钱资源，还要用那根敏感自卑的神经控诉我和她的不平等。孙宇不知道是一直都在还是刚来，总之他一开口又是那套道德绑架。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不肯帮忙，乔阿姨已经好几天没吃上药了。你连一个杯子都要几万块，这点医药费对你这种有钱人来说算得了什么？果然越有钱越抠门。他的声音听起来倒不像在帮乔雪晴求情，更像是已经仇富到心里扭曲了。我说，你对乔雪晴的事这么上心，那你帮他想办法呀，借钱会不会，贷款会不会？果然孙宇支支吾吾起来。我又说，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去卖肾啊，重症监护室一天几万几万的烧钱，就是不知道你有几个肾够烧的。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女生想了起来，脸真够大的，乞讨还这么理直气壮，狗想吃东西还知道摇摇尾巴握手呢，不会有的人连狗都不如吧。别说了，乔雪晴有些疲惫，我妈的医药费我会自己想办法，陆思成，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她顿了一下，溢出一声苦笑，孙宇说的对，我们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你想对我好的时候就一股脑的塞给我，不管我要不要，想收回的时候又这么冷酷无情，对你来说我到底算什么呢？算从此以后都不会有交集的陌生人。我斩钉截铁道，上辈子是我心盲眼瞎傻白甜，仔细想想是花钱不好玩，还是吃喝玩乐没意思，我非要跟飞蛾扑火一样瞅准了乔雪晴，自讨苦吃。良久，脚步声渐行渐远，旁边又安静了下来，温热的呼吸突然扑到我脸上，转瞬即逝。我浑身一僵，陆思成，你居然真看不见了呀？你把我忘了？我是岑宁啊，你初中同学，后来去了国外念书。对了，我现在在做动物相关的工作。我点头又摇头，因为我认识他，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上一世在我彻底心死以后，我就跟乔雪晴分居了，那时候我甚至对所有人都开始不信任，所以发小帮我弄了一只导盲犬，这个女生就是那只导盲犬的训练师。上一世的所有接触他都温柔耐心，一点点帮我跟那只狗狗建立起联系与信任。他没有告诉我身份，只说了英文名，所以上一世直到死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岑宁。一番沟通后，我知道他突然出现也是发小请来的。我哭笑不得，那小子真是，你估计要白跑一趟了，我只是暂时性失明，能治好的。
没错，我本来可以治好的，而让我彻底变成瞎子的，就是我曾经最爱的妻子，乔雪晴。这一切都是孙宇在我坠楼前告诉我的，我并没有怀疑真实性。当时我眼睛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只有他朝夕相处陪伴我，可以不动声色动手脚。而且那段时间，乔雪晴确实也一直给我喝一种所谓补气的中药。我只是不理解，乔雪晴为何恨我到如此地步。远在国外的爸妈，有了我提供的信息，比上一世提前了大半年，为我约了国外最顶尖的眼科医生的手术。我现在只想远离这两个贱人，然后尽快把我的眼睛治好，继续当我没心没肺的富二代。岑宁也正好要回美国处理事情，就跟我同一个航班飞过去了。三个月后，一圈圈拆纱布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砰砰跳。等到眼前出现模模又刺眼的光线时，生理性泪水和激动的泪水一起落了下来。视力慢慢恢复，眼前的人除了爸妈，还有另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他盯着我仔细打量了几秒，眼睛弯成了月牙。导盲犬看来是不需要了。那陆思成，你想领养一只健康的狗狗吗？回国后的某一天，我在小区楼下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乔雪晴。他一转过身，我就吓了一跳。他更瘦了，脸色还格外憔悴，更重要的是他的左眼没有焦距，还雾蒙蒙的。我有六年没再看见过乔雪晴的样子了，和我记忆中那朵纯白的茉莉花完全不一样。他盯着我，表情竟然有些开心。你的眼睛好了？我皱眉，你的眼睛怎么了？他摇了摇头，我妈要吃一种很贵的靶向药，加上移植手术的各种费用，我没得选。他债台高筑，连软件都借不到钱，用自己的左眼的眼角膜和一颗肾换到了他妈的救命钱。我本来想再来求求你的，可是你去了美国，也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你在那边的号码。他看着我和我身边的岑宁，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瞬空白。思成，谈恋爱了？关你什么事？别叫得这么亲热。我想从他身边直接走过去，却被他紧紧攥住手腕。我都不知道她一个瘦瘦的女孩子哪来这么大力气。我急了，啊，对对对，我谈恋爱了。她跟我家世相当还是故交，绝对不会又当又立，一边花我的钱，一边还骂我故意羞辱她。乔雪晴眼圈都红了，死死盯着我，你不要我了吗？你说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不作数了吗？我愣了一下，然后心里涌上来密密麻麻的惊骇。这句话是我上辈子说的。我曾经也以为我跟乔雪晴之间不是我一厢情愿。那时候我们度蜜月，我带她坐头等舱出国玩，我们去挪威看极光。因为我记得乔雪晴微信朋友圈背景就是一张极光的照片，虽然我看不见，但我要让她看到喜欢的景色。我们在冰天雪地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相拥在一起，听乔雪晴用言语为我描绘眼前美丽的景色。乔雪晴冰凉又柔软的嘴唇印在我脸颊上，她说，陆思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想都没想就说，因为我爱你呀。那如果有一天你对我失去兴趣了呢？我紧紧抱着她，又胡思乱想了，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我问乔雪晴，那你爱我吗？她顿了一下说，她也爱我。当时我傻傻相信了，开心的像个孩子。然后回国没多久，我们就爆发了第一次争吵。那天乔雪晴陪我在楼下散步，遇到跟我不对付的二代，那人故意讥讽，哟，陆大少怎么还请个这么漂亮的保姆啊，你又看不见不是浪费了？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哪是保姆，天天陪这个瞎子不就是导盲犬吗，哈哈哈。后来我们出现矛盾吵架的时候，乔雪晴冷笑，我就算嫁给孙宇，跟他当贫贱夫妻，也不至于被人当成保姆，被人骂是你身边的一条狗。乔雪晴应该是跟我想到了一块去，她眼神逐渐阴郁，所以我的担忧其实没有错。不平等的爱情，只要你对我失去兴趣，我就会一无所有。我深吸一口气，跟岑宁说，你先上去，我单独跟他说几句话。灰沉沉的天空，不仅月亮不见踪影，连颗星星都看不见。
只有路灯惨白的光照下来，我和乔雪晴无声对峙，我的心像是被一颗大石头堵住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我问乔雪晴什么时候开始的，她沉默了很久才回答，在你去美国之后，有一天我给我妈送饭，路上被逆行的电动车撞了，身体没受什么伤，但是脑子里突然多出来一段记忆，全都是我的错，是我的自卑心作祟。陆思成，我欠你的钱已经全还给你了，这一次我也没有拿你的100万，我不欠你的，我也不会那么敏感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他说得越来越急，到最后甚至在哭腔中带上了一丝希冀，他甚至握住了我的手，妄图跟我像上一世那般十指紧扣。我狠狠甩开，乔雪晴踉跄了一下，扶住旁边的树勉强稳住身形，但我还没解气，撸起袖子又左右开弓给了他2巴掌。乔雪晴愣住了，捂着红肿的脸，一脸难以置信，我简直要气笑了。乔雪晴，你怎么敢的呀，你给我下毒害我彻底变成了盲人，还敢跟我说和好。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我都可以解释。眼看我转身就要走，乔雪晴急了，她哭得撕心裂肺，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太自卑了，我怕你眼睛治好了你就不需要我了，我只是太害怕了。我的心彻底凉了，甚至到这一刻我还抱着某种期待，乔雪晴会解释一切都是孙宇的谎言，这样至少能证明我也没那么眼盲心瞎，对一个蛇蝎毒妇爱的那般深。可他居然一口承认了，然后又提起了那次被羞辱的事。当时回去之后我也气呼呼的跟他说，很快就排到我的手术了，到时候我能看得见了，一定揍那个二少一顿。乔雪琴给我盖毯子的手顿了一下，他说，你要是看得见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了。我没意识到他话里的深意，只是把他抱在怀里亲了一口，当然了，你就不用这么操心照顾我了，到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老公宠你。在我恋爱脑发作的时候，乔雪晴想的却截然相反，所以孙宇提出给我下药的时候，他鬼使神差顺水推舟接过了药。你知道吗，你刚发现自己彻底好不了了那段时间，就像刚破壳的雏鸟一样依赖我，我就是你的全部，那段时间简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不再是仰视你了，不再是我需要你，而是你彻彻底底离不开我。太可笑了，简直太可笑了，就因为这种病态的心理，他就要毁掉我。乔雪晴还在哭，上辈子到这辈子加起来我几乎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崩溃的样子，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我却没被他绕进去。骗我可以，别把自己都骗到了，你要真觉得我彻底瞎了，咱们两个就可以平等了，那你为什么又要出轨？乔雪晴僵住了，一想到上辈子绿油油的头顶，还有最后被这对奸夫淫妇害死，我就恨不得把孙宇也搞过来一起揍一顿。乔雪晴抽噎着辩解，是我想的太多了，你彻底离不开我以后，我以为我会好过一点，可是我慢慢发现我已经分不清你到底是因为失明产生的病态依赖，还是真的爱我。从自卑的淤泥中绽放的扭曲藤蔓将乔雪晴紧紧缠绕，他既要我出现某种残缺来弥补我和他家世的巨大差距，又要通过各种方式证明我爱他。所以某天他在酒吧买醉遇到孙宇之后，半推半就在我面前搞起了暧昧，我嫉妒到发狂，愤怒到失去理智的样子深深取悦了他。真会为自己的下贱浪荡找借口，我一脸嫌恶，孙宇说，我们刚结婚半年你俩就睡了，在这鬼扯什么。乔雪晴慌了，我没有，是他乱说的，我就只跟他亲过抱过。上辈子你意外坠楼之后，我的心也跟着一起碎了，我每天都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是你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我后悔没有照顾好你，更后悔没有好好珍惜你，现在我们俩都回来了，这说不定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这一次我一定会收起身上的尖刺好好对你。思成，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别不要我。意外，我告诉乔雪晴孙宇在我坠楼时说的那番话，他愣住了，然后更加急切地解释，他从没想过害死我。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说，你知道我上一世
在哪里出的车祸吗？看到乔雪晴茫然的样子，我笑了笑，在去给你妈交医药费的路上。我怕乔雪晴心理负担更重，就没告诉她，哪怕是我们闹翻的时候，也没把这件事翻出来，道德绑架她。乔雪晴的眼泪大颗大颗砸了下来。我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轻易跟你许诺了，现在发现我确实做不到被人弄得遍体鳞伤以后还能当无事发生一样继续讨好。从今以后，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己，先爱己才能被爱。等我上楼的时候，岑宁笑眯眯招呼我去跟旺财玩。旺财是岑宁带我从宠物收容所领养的一只小金毛。可当我向窗外看下去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乔雪晴居然还站在楼下。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空，乔雪晴努力仰着头盯着我这里，她被淋湿的头发纠缠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我直接把窗帘拉上了，眼不见为净。她什么都没问，就像上一世一样，默默陪伴我，化解我心中的痛苦。上一世，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从来没看过她的样子。这一次，不该错过的，我不会再错过了。我正式跟岑宁约会，请求他跟我交往的那天，乔雪晴又阴魂不散出现了。那天是情人节，在餐厅的门口，他和孙宇两个人抖抖索索的在门口卖玫瑰花。我跟岑宁手挽着手路过的时候，他正在为了5块钱跟客人吵得面红耳赤，一见到我脸色由红转白。我理都没理，可我回家之后没过一会，咚咚咚砸门的声音响了起来，伴随着乔雪晴激动癫狂的呼喊，陆思成，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他像是喝了酒，面色酡红，狼狈不堪，食指紧紧抓着门框不放。是你先非要闯入我的世界，你怎么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我抬起头向楼道看了一眼，有人尾随着乔雪晴过来了。我笑了，孙宇就算再怎么针对我，至少他对你挺好的吧，你不如珍惜眼前人吧。乔雪晴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恨他，他害了你，而且如果没有他，我们说不定不会变成这样。乔雪晴，你可真是个贱人。孙宇阴森森地从黑暗中走出来，我一直陪着你，对你好，甚至把自己的肾换给你妈，你把我当仇人。可惜你现在跟舔狗一样，人家富二代根本不想搭理你呢。他慢慢走到乔雪晴身边，紧紧抓住她不放，我早都告诉你了，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怎么不信呢？为什么非要离开我呢？乔雪晴紧抿着嘴唇，声音冷硬，我没求你陪我，也没求你换肾。孙宇愣了一下，冷笑一声，陆思成说的挺对的，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就算没有我，你这种自卑阴暗的女的也迟早跟他闹掰，还想让他回心转意，你配吗？岑宁带着狗也走了出来，小金毛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威胁声。我摸了摸狗头，对这两人说，看到了吗？狗吃了我的东西还知道保护我呢，我给你们俩花钱还不如养条狗。乔雪晴面色铁青，她恨恨道，就算你不要我，我也不可能跟孙宇在一起。孙宇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我有时候真恨你们这种有钱人，高高在上，随便发善心，开心了就撒钱，不开心了就一毛不拔，可凭什么我们只能是那个被施舍的人啊？他眼神简直像淬了毒一样，除了出身你哪里比我好？我已经为他付出这么多了，我明明就快得到他了，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岑宁皱起眉，你听不懂话吗？你俩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赶紧滚。对，你说的都对，反正你不要他了，只有我愿意要他。乔雪晴只能跟我在一起。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感觉有些不妙，一道寒光闪过，孙宇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一把匕首，狠狠划在了乔雪晴脆弱纤细的脖梗上，温热的鲜血喷涌出来。孙宇惨然一笑，反手捅进了自己胸腔，抱着乔雪晴一起倒了下去。但这两人命都挺大，岑宁学过医，乔雪晴颈静脉破裂，她紧急处理了伤势，我拨打了120，两人被送到医院捡回一条命。我去到医院的时候，乔雪晴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脖子上包着厚厚的纱布，他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睛焦急地看着我。我走过去，他拉过我的手，在我手心一笔一画，幸好他这次伤的不是你。我说孙宇也没死，他故意伤人，应该要坐牢了。乔雪晴的脸上只有快意，他活该。我看着眼前这个苍白美丽的女人，心中百感交集。我要走了，请你以后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跟你绝无可能了。乔雪晴满脸绝望，继续在我手心写，你恢复光明了，你还是那个完美的大少爷，而我连这张你爱的脸都没有了。我毫不留情挣开他，你就算没毁容，我也不会爱你，你配吗？我走出病房门，听到身后叮里哐啷的动静，乔雪晴挣扎着从病床上摔了下来，但因为身体太过虚弱，手脚并用往我这边爬，但很快被赶来的医生护士带了回去。他一边挣扎，一边用痛苦绝望的眼神死死看着我。孙宇的行凶被我家门口的高清监控拍个正正，马上就要进监狱采缝纫机了。我可没忘他上一辈子对我做的所有事，而且就像他说的，我有钱。抱歉，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我已经打听到了孙宇的狱友，相比之后他在里面的日子会很好过了。乔雪晴的伤好出院后，带着妈妈回了乡下老家。他瞎了一只眼，还少了个肾，找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回去。即便我再怎么表现出对他的厌恶，离开前他还是又来找了我。彼时我正跟岑宁带着小金毛在公园散步，一回头就看见他站在我身后。他更瘦了，简直像风一吹就要飘走。还没等我说话，他先开口，你放心，我不是来纠缠你的，陆思成，我要走了，彻底回到那个没有你的世界。他苦涩地勾起唇角，我们真的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没说话，抚摸着摇尾巴的旺财，一切不言而喻。乔雪晴呆呆看着失魂落魄地离开，背影十分萧瑟。他走后，曾经打趣我，不会又心软了吧？他一个小姑娘带着个妈，应该也挺难的，实在不行给点钱吧，毕竟以前喜欢那么多年。放心，我不吃醋。曾经不知道我和乔雪晴上辈子那些事，我也没说。我只是牵着旺才往前跑去，没心没肺道，花钱养他，我还不如养条狗。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